迄真现彭先生啊！好，我想讲，即阮人彭先生写诶啊，写彭落先生写毛笔字拢写足水诶，都像安尼哩。无影无影，歹啊！咱人毋是做，毋是做专家，写袂水啊。哎呀，人诶专家哪有法度吼？咱专家无法度。哎呀，遐真欠伊。哦，迄人互咱连过，那变大书法家。哦，连过呢？悠哉，真悠哉。无啦，连过吼，是有较进步尔，未当变上咱国遐人遐尼伟大啦。书法家，哇，遐厉害。哦，无连过是较进步啦，是阮较会看一安尼啦。哎，书法家迄人个专科，咱这捡袂着啦。啊，无简单，咱个笔画足正个啊，无简单啦。捡袂着，歹啊。咱个笔画真正个，真好。哦，好啊。哦。哎，人迄个过江书写诶，人即个剪刀签迄个过江书啊，过江书写，真用心写。应该即个孝经吼。哟，孝经孝经。爱读甲解说啦，爱甲解说。哦，孝经爱读甲解说。哦，甲解说啦。哦，甲解说。哦。啊，无即也是来讲真好。哦，即上解好，即捌读孝经吼，即会最好。也毋知。甲读音，啊甲爱解说安尼，太清楚了。哦，爱搁加解说，那清楚。哦，真用心诶，看效诶啦，看。啊，若讲诶修行搁较有效，哦。嗯。哎，食素食，啊搁来佛堂活动，安尼哦，咱若也无做歹代志，正善因得善果，安尼较好，身体嘛较健康，心嘛较平静。哦，佮无欠人诶债，就较平静。啊。人要健康，第一心爱静。对，关键是清净境的静，清净境的静，心的静。你若无烦恼了吼，会当然安尼修养到无烦恼了，这是健康的身体。是哦，好好好，无烦恼，健康的身体。好。凡间的人，你讲无烦恼，迄不可能。嗯。每一个烦恼，烦恼多，烦恼少，会差别的。每人都有烦恼。好。哎，感恩啊！咱组长讲要上课，好，感恩啊！谢谢，哦，爱上火堂老菩萨班，爱上火堂老菩萨班，旁边慈惠堂，旁边慈惠堂，旁边是慈惠堂，慈惠堂。